你们这个始于1902年的？是的。哎呀，四代传承。妈妈有一把小的狗炖放在大姐。好的，我都干了20年了，马上。1902，2002就100年，2023就一百。我现在活着100多岁了，他干了40-50年，他父亲、他女儿，我都干了20年了。哦。我04年12月份干的，马上19年。哇，那是。哦，就是在这里边烫一下。我师傅干到80多岁。嗯。教我的时候都80多岁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丸子汤吗？对，里面还有面皮。哦，有面皮。有丸子。今天来到徐州，徐州早上的第一餐啊，来喝个丸子汤，看一下始于1902年啊。对，33。我要一个丸子汤，我看一下。那个两两份儿，一个三两份儿，好的好的。那不行，那还有。我那是水啊。还没算着，他说提前一天不能。没有提，把握问大家。这两小份什么都要吧？我来吃。这里边的。都要，有一碗多放辣椒，后边还有一大一条，也是他们四碗的啊。四个动画是吧？哦，小碗的是8块哈。三小一大，这是两个小的已经出来了，一个多放辣椒，还有一大一条，就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哦，小碗是3张皮儿，中碗是4张，大碗是5张。哦，8块、8块5、9块。四碗的人呢？在里边坐着呢。我来一碗，哎，我来一碗小碗的就好，尝一尝。哎，8块，哎，8块，好，你给我做就好，我待会给你转钱。2个饼的，1个3个饼的，里边一放一个。这是我们的吧？4碗的。对，这个多放辣椒啊。啊，这个多放辣椒。这个。对，能看出来啊。我来做，你端下来碗。慢点。好。来一碗，这还可以加荷包蛋之类的。可以，哦，我加一个蛋的。好嘞。它这个面皮是什么什么菜？绿豆，绿豆的啊。这是来的吧？这是来的吧？他在你前面的吧？我在你前面。他们的应该是，他们4碗。哦，丸子是直接盖上去的。来一点点辣。不辣。徐州海放。辣椒。大碗的。好，到我们的了。哎，加一荷包蛋，加一个荷包蛋是1块啊？1块5。哦，1块5。对。哦。3张豆皮儿。这个是始于1902年的丸子汤啊。辣椒，哎呦，香！好，桌上有盐哈，好嘞。这个是几块？我给你转。1共9块5。9块5，好嘞。一是一个凉的，一个三个凉皮蛋，是吧？哦，哎，自己蛋刚过来了，回家吃。哦，回家吃。啊。我说你后天都不能走，你有奶了。哎呦，这里边凉快。坐，就坐这儿。好。丸子汤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里是盐。尝一尝啊，这个没吃过啊，辣椒海放，香。炸好的小丸子是直接盖上去的。又酥又脆又香，好吃。哇，这个是绿豆面做的面皮，
它本身有咸味儿。也不算太筋道，也不算太糯，反正就是半筋半糯啊，这个口感。跟面皮一样，有点像绿豆面的。放了一勺辣椒油，但是还是很辣椒的香味，没有太辣。哎，徐州特色早餐，没吃过，在其他地方没吃过。徐州早餐第一餐。尝了一个百年老味道啊、哦！难得我要出院去了。这个丸子它没煮，所以它是脆的。泡的时间久了，它就糯了。嗯，可以。